作吧。谢谢叔叔。黑风拒绝了指派的任务，已独自前往鸟剑协助体系。是谁允许黑风去鸟剑的？这个家伙越来越无视我的存在了。视频连接黑风。不是，你这个臭小子去鸟剑干嘛？你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过去的吗？你现在赶快给我回来。是，根本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。体系那样对我，博士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？他们都把我当做听话的机器人。我也做点让人觉得有趣的事情好了。喂，你什么人？哼，拜托你把这封信拿给坤哥。我就知道那个老家伙会给我打钱，那么点钱买我们的技术，他可美得很。当然我们比他更美滋滋。坤哥，还传来一个好消息。有屁快放。那晚夜店里救走提西的家伙是在鸟津医院的医生。小子，终于还是让我逮到了。我要用最残酷的刑法让他知道我虎潮帮的厉害。安排人手，必须把他给我抓回来。你还要按时去喝这款特制药，对延迟您的病症还是有效果的。嗯，明天少爷已经醒了，您要不要去看看他？不必。对了，我要去皮肤科做个护理，给我安排一下，再查一下欧月昨天晚上到底在哪儿。是。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脑海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想他和那个家伙的关系。从昨晚书房的那一幕开始，我必须要面对他俩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。明知道我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关系继续，明知道我自己在他们面前会变成小丑一样的角色，就算是这样，我还是想要帮月月化解危机。我心甘情愿为欧月做任何事，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存在。这只好漂亮啊。你喜欢吗？它慢吞吞的样子好可爱。都快上课了，月月怎么还没来呢？她从来都不迟到的。明天，你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送给你，好可爱。月月总是会把我喜欢的送到我的面前，但又从来都是很平淡的样子。他对我来说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。汪汪汪，我是一只小蜜蜂。应该是欧月。汪汪汪，竟然还不是。明明知道我晕倒了，他不会是被那个家伙威胁了吧？好久没进来过了。怎么见到我现在都开始视而不见了？我们早就形同陌路了。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心理问题，不要搞出什么耻辱的事情。一定没有您做的那些事可怕。这个小子现在真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月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你看还是我聪明吧，关键时刻装病成功把欧文峰给引开了。没想到被你看见了。看见了。我的猜测果然没有错。